想请问侯市长，这个后移的侯市长的民调已经接近17%，已经接近换柱方向。那这个时候如果要跟柯文哲谈合作蓝白合的话，是有可能吗？如果柯文哲是正的话，国民党可以接受吗？刚才我已经强调，就是说现在啊，所有在野的政党，包括国民党还有台湾民众党，必须要体认一件事实，就是我们不合作的话，结果不管是怎么样的组合，三组在，就是民进党继续执政啊。那所以如果在能赢最重要下降民进党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必须要透过党跟党的合作。可是现刚才当然我们用的是侯友宜加上柯文哲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凸显的事实上是一个意义，就是必须只有两组候选人，那再也就有可能赢。至于将来要怎么合作，甚至谁正谁负这些事情啊，我觉得现在言之过早，就是必须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大家都尽量的先全力的把自己的基本盘顾好，把自己的政见能够充分的然后让民众了解，然后最后我相信如果真正要合作，必须两个政党的领导人阶层要有这个体认，同时一定是透过党跟党来协商谈判，或者定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机制，再来决定是怎么样的一个搭配。我把这个民调看了一下，我非常认同邵康兄的看法。昨天我们谈的就是邵康兄刚讲的几件事情，尤其对于就是我们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将来所有青年免费这件事情，我觉得本来就应该变成一个政策。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基本上所有邵康兄讲的事情我都支持认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公私立大学应该是以公立大学的这个收费为准，所有大学生全部公立大学的学费这个金额免，那私立大学就交差额。那刚照邵康兄也算过，总共800亿，如果照我现在这个想法的话，可能比800亿还少，对，500亿大家就可以做完。那我们看看前瞻预算，甚至防疫的预算，甚至他现在在台电这边补的这个台电的亏损，这些钱我觉得让这个我们大学生免学费这件事情，这不只是台湾这样做，将事实上很多国家大学生都是免费的，不是只有美国的公立大学而已。我觉得这件事情尤其在少子化的过程中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教育水准，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我是非常的支持啊。那另外就是在谈今天的民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盖洛普民调我是非常有信心，因为过去我在选市长两次选市长都请盖洛普来做滚动式民调，那开票的结果两次我市长的得票率跟盖洛普都差在1%以内啊。那这次看到的是柯文哲是第二，他主要是年轻族群非常高，尤其是20到29岁这个。那侯友宜还是第三，侯友宜的票中间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蓝军并没有归队，侯友宜只拿到60%的选票。那所以我们侯友宜今天要做的，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泛蓝要团结巩固基本盘，你没有力量谁要跟你来合作，对不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这次侯友宜民调掉到第三，除了我们蓝军没有归队，另外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是新北，就是这次幼儿园喂药的这个风波处理得太慢。我们现在很清楚看到嘛，就是检验的结果所有学童都是阴性，而且数值是被误导甚至夸大，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民进党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打击侯友宜，打击新北团队，把这个乌龙事件叫做未读事件。现在看到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而民进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性骚扰风暴，他们是要转移焦点，同时在打击侯友宜。那事实上他达到他的战略目标，可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一再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大于政党利益，甚至我们执政最重要目的就是要为老百姓谋福利。今天他这件事情做下来，打击了侯友宜，打击了国民党，
可是它造成家长跟老师之间的互信的崩坏，甚至造成全民的恐惧。他绝对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他完全是政党利益。而且这件事情也充分的显现出来，民进党只考虑他的政党利益，不顾人民的权益，甚至为了政党的这个斗争，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啊。那当然这也是造成侯友宜民调上升，在这段时间变成第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我们从所有的数值比较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任何一个组合，不管是国民党内部的郭柯，不侯郭，郭侯，甚至是侯卢，那国民党都不可能赢。那柯文哲这边也跟任何人配也都不会赢，唯一可能的就是我们当然这边只用了侯友宜跟柯文哲这一组来做测试。那这个我觉得凸显的是蓝白在野的团结，在野的合作。所以大家都在讲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下架民进党啊。那假如说如果以下架民进党为最高的指导原则的时候，那简单的算数，任何情况下民进党已经拿40%以上的选票，那在这边60%怎么分，事实上都注定了不管是国民党或者台湾民众党注定了失败。我最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参选啊，不是只是争取做候选人，要争取胜选，当作成为当选人。如果能赢最重要，下架民进党最重要的前提之下，我们是不是要在蓝白合这件事情上让两个党来做考量啊？刚才邵康兄也讲，蓝白不合啊，已经注定了民进党继续执政，我完全同意蓝白不合，民进党继续执政。但是如果侯友宜现在不能够巩固基本盘，不能把他的民调拉起来，我觉得台湾民进党也没有意愿要跟你合啊，他们说不定还希望能够有弃保。那另外就是从这里也看出来，就是柯文哲即使跟郭台铭先生合，事实上也没有胜的机会。简单来讲，就是国民党必须跟台湾民众党两个来合作，然后共推一组候选人。我觉得这才是这一次唯一有可能我们下架民进党能赢的一个方法。当然我知道这个过程非常的困难，要有共识也很难。那我想真正要做这件事情，必须是两个党都有基本的共识，下架民进党，同时两个党透过党跟党谈判来做这件事情。过去也不是没有做过，国民党当初就跟亲民党做过啊。事实上在国外很多时候也是第二第三名的候选人透过合作然后来争取胜选。在韩国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过非常多次。我记得当初金大中跟金友三两位就是互相支持，一人做一任，那这种方式达成合作，甚至也达到胜选执政的目的啊。所以当然现在为时还早，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已经充分显现出来啊。如果蓝白不合的话，民进党继续执政，这是一个大概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实。所以我现在先把我的看法说到这里。好，对不起啊，我马上走了。那个当然龙斌兄刚讲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啦。哦，柯文哲也抱怨，说到现在国民党没有人来跟我谈过啊。哦，中间当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不是只有总统啊，哦，副总统啊，包括立委啊什么，可能都要一起谈的啊。这是一个蛮，那就像龙斌兄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想不想下架民进党嘛？民进党继续做对台湾是好还是坏嘛？假如大家都认为说民进党继续做很好，那民进党继续做就是了。如果大家觉得民进党做对台湾不好，那就要下架民进党啊。那现在民进党如果是最高的目的，你中间是技术性的问题嘛？谁正谁负，谁负谁正？我们这边当然是用侯正、柯副来做调查，对不对？那也可以用柯正、侯副来做调查，也可以将来这个有几个这个有利人士哦，那包括我们在座的哈，甚至还找社会上一些大家比较有公众人士，我们就组成一个小组啊，我们就把社会气氛制造成两个候选人，国民党、民众党都必须要合作才可以啊，否则你就是罪人呐、啊！大家不要以为做不到，我告诉你，一定做得到的。哦，现在我们是很客气告诉你，结果是这样。
不行不行，到时候谁不行我们谴责谁，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啊。然后呢，这个到时候有很多种方式嘛，啊，比如说民调一种方式嘛，辩论也政策辩论政策讨论一种方式嘛，再决定谁正谁负嘛，或是将来不也要也可以嘛，有一人干一届嘛，也是一种方式嘛，对不对？你还有行政院长、立法院长，很多位置其实可以合作了啊，这不是分赃，这是合作嘛，就联合内阁的形式。柯文哲不是早就讲要联合政府嘛，就是这样的形式。所以技术上要再去探讨怎么办，那是复杂的。但是只要你有心，都可以做到的。哦，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下架民进党？其实就这么简单。哦，那至于比如说很多施政的问题，侯友宜，比如说可以更有魄力一点嘛，像卫药的问题，全新北市我全部普查嘛，我就全部普查了嘛。那对不对？然后呢，司法还不公布，我行政调查就先公布了嘛，都可以的啦。哦，所以我觉得。当新北市长当然有包袱，因为你是现任市长，但你有你的机会，因为你有舞台嘛。好，所以先把侯友宜自己要先把基本盘巩固起来。比如我刚刚讲服兵役，我侯友宜当选，两岸就和平了嘛，和平就恢复马英九时代嘛。我干嘛请你要服一年的兵役呢？四个月就够了嘛，三个月就够了嘛，两个月就够了嘛。我告诉你，这个政策蓝军基本盘就回来了。不是只是嘴巴讲，我不是蓝皮绿骨啦，我不会是第二个李登辉啦，那个基本盘是回不来的。你几个政策拿出来就看到说真的基本盘就回来了，要用这种方式把基本盘号召回来。侯友宜的基本盘蓝军回来，他就有大概25%到30%了嘛，就可以跟柯文哲两个有实力来叫板来合作了嘛，好不好？谢谢。好，谢谢赵先生，真的好。